男团体防弹少年团成员 RM、V、Jimmy、救国在去年12月分别入伍。昨天 RM 透过个人社群分享他与 V 新兵结业的照片，宣布结束为期5周的训练，正式晋升为二等兵。而据军方透露，该批新兵训练人数有200人左右， RM 和 V 从中脱颖而出，以模范优秀的成绩获选为最精锐训练兵。参加최정예훈련병제7교경대이병김태형이하내용은같습니다。此外 ，RM 还为新兵们演讲，除了分享自己晚入伍担心害怕的心境，也感谢陆军训练所让他学到了很多，并表示在剩下的军旅生活中也会尽全力完成任务。RM 在本周内被分配到所属陆军部队 ，V 则因为报名参加特殊任务队，需在接受3周的后半期教育。而晚一天入伍的 Jimmy 救国也在今天结束基础训练，正式从新兵毕业。